王心永自从安心事件去了美国避风头之后，最近回香港不时都会出下铺，武功可复，再加上肺炎肆虐，就自然多了时间陪家人了。这日元宵佳节，他就和大家姐王心美一起帮三家姐王心慧凑 B 女，还齐齐自拍放上上 IG 添。除了去家姐屋企度凑 B， 王心永都同一般人一样，要出门口买口罩同埋抗疫用品咁啦，然后又不停扑空咯。这个香港真係返得唔係时候啦。